章，林前第十四章第三十二节，林前第十四章第三十二节读到第四十节，三十二节读到第四十节，找到咱们开声来朗读。三十二节读到第四十节，一二，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都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。正如律法所说的，他们若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神的道岂只是从你们出来的吗？岂是单临到你们吗？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若有不知道的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凡事都要按规规矩矩的，按照次序行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们一同进入。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在天上阿爸父神，谢谢你。请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带领我们，把下午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大能的手中。我相信你必借着这些有限的时间，将你自己无限的道赐给我们，将你的亮光光照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你旨意的奥秘。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讨人的喜欢，我们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今天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欢，遵照圣经所默示的话语来传达，使我们今天如同儿子传达圣子一样，将你的圣旨传达得清楚明白，叫弟兄姊妹能够听清楚，并且能够持守你所传给我们的。谢谢你按照你的旨意带领这里的教会，在这里复兴了你自己的众儿，你的心灵，使他们甘心乐意接待你的救恩，并且他们甘心乐意接待传真道，就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带领他们，使他们的心意向你，每个弟兄姊妹都向你回转，都回归圣经真理，都按照圣经所默示的话语来遵行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的话语必不能落空，只有遵行你话语的人才是敬畏你的人，只有遵行你话语的人才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有了你的话语不遵行的，好像一个愚拙的人把房子根基扎在沙土地上，风吹雨淋水冲撞着房子，房子就倒塌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，使我们每个人都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，都在肉体里面生根建造，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你旨意的奥秘，除去我们中间一切吵闹和一切不顺服的心，一切不敬虔的心都从我们中间除去，只留下主耶稣基督你的心，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按照你的旨意带领下午的时间，保守我们，使我们都能听明白，只要来到这里的都得着。阿门。我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们继续来交通，第三十二节和四十节这段经文讲的是妇女在教会中间做先知讲道，是不是？这时候圣经还没有默示出来，有许多的妇女在教会中间重逢，说她是先知，得到了启示了，要站起来说话。
在当时保罗那个时代，就是不允许妇女在教会中间说话，就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妇女在教会中间就那蒙着头，天天用这个一个白布把自己整个头都遮盖，这就是阿拉伯人为什么蒙头的原因，以色列为什么蒙头的原因，就是不让他们说话。所以这些女人在教会中间搞混乱，晚餐的混乱，是不是？女人在教会出风头，还有女人在教会中间说预言，这个讲道不是讲道，是说预言。因为当时圣经没默示完，神不可能借着一个女人去把这圣经默示出来，所以圣经写出来的都是弟兄，对不对？你看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，你能不能发现有一个神借的女人把这个圣经默示出来？小先知有没有女人默示的？大先知书有没有女人默示的？摩西五经是不是都不是借着女人默示的？今天女人能顺服，能听这个真道，长存信心和爱心，守住这道，这就是敬畏神的女人。就像撒拉一样，她是敬畏神的女人，是不是啊？她尊重她自己的丈夫。我们先看一段经文，把这先合上。先看彼得前书第三章，彼得前书第三章。好了吗？第三章的第一节，彼得前书三章的第一节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真道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个女人被感化过来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建造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她的品行不是装出来的，不是肉体的品行，是被更新出来的品行，是基督在她里面表明出来的品行。所以你的丈夫虽然不信，因着你的属灵的品行就感化过来。第二节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，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，是不是啊？昨天讲的，女人上午讲的，女人为天使的缘故，应当在头上有福全长的记号，那就是遮盖自己，是不是啊？披戴基督，这就是记号。当一个披戴基督的女人，她一定会在教会中间一定会很安静的，越安静的女人越得力，越安静的女人越得神的喜悦，神不喜悦那些在肉体里活着的女人，在肉体里活着就不安静。往下看，往下看第三节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。这里面又提到了，保罗提到，彼得也提到了，这说明这件事情重不重要？当时有许多的女人在教会中间比附，谁家有钱，所以戴金子、戴银子、编头发，这些外在的装饰、肉体的装饰，并不装饰里面的心灵。这说明追求哪个？追求外表，并不追求心灵。好，往下看啊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、温柔、安静的心为装饰。女人温柔、安静就是她的美，是不是啊？你给你儿子找媳妇，假如你给你儿子找媳妇，找个什么样媳妇？骂大街的，是不是啊？泼妇，还是温柔的、顺服的？你告诉我，假如你要娶媳妇，你要娶个什么样媳妇？你给你儿子娶媳妇，给你儿子娶一个骂街的，还是个温柔的？啊，走街串户里到处来跑，是不是啊？你要哪一种？见人就骂，啊，打八街骂四邻的，你喜欢这样的儿子媳妇吗？所以这段经文讲到的是，这女人她本身是教会的影子，是不是啊？女人是教会的
是不是影子？女人是不是教会的影子？亚当是不是基督的影子？这里面通过了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，就表明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今天学习的就学这个功课。我活在肉体中间，不为肉体活着，这个女人才是真正的属灵的女人，对不对？我活在这个世界中间，不为这个世界活着，乃是为主活着，对不对？我呢，在基督耶稣里存长久的温柔和安静，是不是温柔啊？只要你里面存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，神喜欢的。里面安静，里面温柔安静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就是教会的形象，就是将来主来了被提的那个形象，所以主的生命在他身上表明出来，不是他肉体中间的温柔，也不是肉体中间的安静，是因为他顺服主，与主联合所产生的结果，对不对？一个从来不与主联合的活在肉体中间的人，他不会是安静的，他在教会中间，在肉体血气中间活着，愿意出风头，愿意抢头抢王座，那么这样的女人呢，是最可怕最可怕的。往下看啊，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女，正是以此为装饰。古时就是旧约，那些仰赖神的圣洁女子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上我讲到了，撒拉顺服亚伯拉罕，顺服到什么程度了？亚伯拉罕要把他卖给了法老，他有没有反抗？没有。亚伯拉罕第二次要把他卖给了亚比米勒王，他有没有反抗？也没有反抗，是不是？他一直都是顺服亚伯拉罕，这就说明他蒙福不是偶然的。当时这个女人就真正的就这么顺服的，因为她是凭信心顺服。这是我的丈夫，他不管他今天把我卖给谁的，我都要顺服他。就是乖六的，你们也当顺服。不像亚伯拉罕呢，亚伯拉罕当时被吓的，是不是？就算乖六的，你们也当顺服，因为这个顺服是在基督耶稣里顺服，就说明你真正蒙恩得救了，在生产上已经得救了，对不对？撒拉是预表的新约，夏甲是预表的旧约，撒拉生出一个儿子预表的是基督，是不是啊？旧约生出儿子预表的那个亚当，亚当是不是旧约生的出血期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新约里也生出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是指基督说的，撒拉生下这个儿子名叫什么？伊撒，对不对？伊撒是代表着基督啊。那么旧约里头，那是代表是亚当，代表属血气的，对不对？神今天要把这些都放在圣经里，叫我们看见他们是如何蒙福，怎么蒙福的？以长久的安静、温柔为装饰，不是外面肉体，是不是啊？你活在肉体中间有温柔吗？是不是？别人要今天要说你一句，你能说他十句？你总是以降头为主。你看现在的网上所有的妇女犯道的，都是降头的人。这样的妇女不会蒙福的，谁也不会赐福这样的女人。不安静，开始得这个救恩就是从这儿得的。最后得觉得自己明白了，开始
站起来，开始用东北话说，嘚瑟，不够才嘚瑟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嘚瑟？明白不？不稳定，嘚瑟吧兄弟，张狂，就在肉体里张狂，就在夏娃里头张狂，就这样的女人就是魔鬼利用的对象。东北这个形容这个嘚瑟，说是全身没有二两肉了，浑身整个人没有二两肉，这叫嘚瑟。教会中间出来几个嘚瑟的女人，这个教会就完了。这个嘚瑟是一种东北地方话，就形容有一些女人不安静、不稳重、不温柔，在教会中间愿出风头、抢王。哪怕在那个以色列那个教会中间，也出现这种女人，抢着说预言。跟弟兄抢着说，以致导致当时的教会进行混乱。所以保罗才写的那话，妇女在教会中间当地狗，不许他们说话。因为如果他真是先知的灵，他就应当说出先知，先知的灵当怎样呢？当顺服先知。你说你是先知的灵，那么今天你会不会顺服先知呢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先知的灵当顺服先知。米利亚里面有没有一个先知的灵？米利亚里面有没有？有一个先知的灵。当米利亚这个先知的灵应当顺服摩西这个先知的灵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这段经文，先知的灵顺服先知，他要不顺服叫混乱了，怪不怪了？不顺服混乱了，不是处于圣灵。他如果真是先知的灵，一定会顺服先知；不顺服先知，一定是挨打的。米利亚人挨打，挨打，一定被管教。教会中间就应当按照次序而来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先知讲到上帝兴起，先知讲到在前面讲，下面在下面上慎思明辨，对不对？不能大伙就混乱了，灭起来讲，歪起来讲，是不是混乱了？这样会导致教会中间给魔鬼留下许多的破口。现在今天的教会，魔鬼在这里动手，就建立很多的女人在教会中间嘚瑟、张狂，都说自己是先知，都说自己是讲道人，一个人拉一个人出去。我今天所讲的倒是吹箫，是向整个全世界的听真道的人吹箫。这个教会好与坏，就看这里的弟兄怎么顺不顺服，是不是？是否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在真道里能够肯顺服？因为你里面是谁的灵？先知讲道，那你里面是谁的灵？先知的灵，是不是？你里面有先知讲道，这么说明你里面是先知的灵，应当顺服谁？顺服先知。米利亚如果他说我自己里面是先知的灵，他就一定会顺服摩西的。对不对？顺不顺服？包括基督都顺服约翰，约翰是不是先知？基督是不是先知？他也是先知。但他来了，他顺服约翰，真的是成为全世界所有敬畏神的人的榜样。所以他说：“你受我的洗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暂且许我。”我理当尽诸般的义，耶稣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你暂且说，那么约翰在主面前暂时的伟大，比不比耶稣基督暂时的大呀？
大不大？大呀，这圣经说他在主前将为大。耶稣是不是约翰暂时比自己大？因为上帝借着约翰给耶稣基督施洗，这是为传道奠定基础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听到你必须得顺服。可能你也是上帝兴起的讲道人，我也是上帝兴起的讲道人，但你这个讲道人就一定要顺服我这个讲道人。如果你肯说你是讲道人，是属灵的，那你就一定能顺服，对不对？不是为别人讲道，就是为主的缘故，为整个教会福音的缘故，就一定会顺服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你说你不顺服，那到底你是哪个灵的？你这灵就有问题，是不是啊？这先知的灵当顺服先知，有很多人是误解这句话：先知的灵当顺服先知，圣灵当顺服先知，不是这意思。先知的灵已经是肯定是圣灵的灵，但先知的灵要住在你里边，你这个人就应当顺服上帝所立的先知，对不对？我里边有先知的灵，你里边有先知的灵，上帝立你做讲道人，我就应当顺服你。当时抢着这群人站起来都要做先知讲道，做先知讲道这件事好不好？好。羡慕先知讲道好不好？好。如果大伙都抢着上去讲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会给魔鬼留地步，造成教会的混乱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，都给你们赐是叫人得益处的，他是彼此祝福，彼此安静的。你起来讲，我就坐下听，对不对？这个先知灵顺服先知，就是上帝所兴起的先知。那么，米利亚这个先知就应当顺服摩西这个先知。上帝是叫以色列人用，就是兴起摩西把以色列带出埃及，还是兴起米利亚？摩西。摩西这个名字就是将他的百姓从水里拉出来的名字，对不对？那么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呢？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基督这个先知，我们当不当祝福？当不当祝福？当祝福的。所以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，如果里边真有先知的灵，你一定是去顺服那个先知的。你不应当在那个先知面前说顶撞的话，说悖谬的话，甚至说不顺服的话。这样呢，米利亚就一定会被责打，对不对？上帝叫长大麻风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叫长大麻风？是管教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管教他？他是不是先知吗？但他不顺服哪个先知？摩西这个先知，当不当管教？因为摩西在旧约里头是大先知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律法的执事，你说这个位分大不大？对不对？所以下面的。不管是哪个先知，包括亚伦在内，亚伦也是祭司，当当顺服摩西。摩西让亚伦干什么？丢杖，他就丢杖，是不是？让他拾起来，他就得拾起来。这是上帝给摩西的权柄。谁不顺服的，那么谁就要受到上帝的管教。这不是顺服摩西的人，而是顺服摩西。他里面这位神，对不对？这民数记里面第十二章里头就提到了，米利亚当时为了古时女子攻击摩西，摩西除了自己的老婆以外，他自己的老婆是西伯拉，但他最后呢又娶了个古时女子。这古时女子是不是黑人啊？他现在几个老婆？两个老婆，一个是希伯拉，一个是古时女子。米利亚就找借口，就找这件事，你说求那个古时女子，就找这个借口去攻击他。上帝当时就管教了米利亚，叫他长大麻风，是不是啊？以色列就影响了以色列七天，没有正常的行动。今天在我们中间，假如
我们互相攻击，教会中间彼此不能顺服，互相攻击，就在肉体中间活着。你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你不顺眼，我看你是屈骨丝，骨丝已死了，你看我呢，眼睛里头有刺。咱俩就互相彼此的论断，彼此的毁谤，彼此的进行不顺服，这教会就不得乱了，是不是得乱？所以当时这教会，保罗当时就说讲这句话，应当在教会中间闭口，先知的人应当做出先知。往下看啊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，是不是啊？神不是的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的。这个人有没有圣灵，就看他最后有了圣灵重生者，就看安静的，刷就安静了。因为圣灵来了，他自然就安静了，对不对？当他说他重生者就属灵了，是先知，能说预言，他却在教会中间搞各种各样的混乱，拉几个人出去来，咱们自己单独跟他翻脸还来了，咱们别跟他，是属于什么？一定是魔鬼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看看，好几个群里头，那里头有个耶利百家，还有个主神的儿子金玉，就开始大声攻击王安浩，说王安浩混乱主道了，我在哪混乱主道？这道是不是借着神借着我的口传出来的？怎么说王安浩混乱主道了？这样的女人明显是受魔鬼的诡计的，想要借着这样的舆论把王安浩打倒。因为那些医官在网上发帖子，想打倒的好，没打倒，是不是？有家庭聚会的发帖子攻击完后，就把完后打倒，没打倒的。还有三字会的发帖子打倒完后，没打倒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其他的一些教派也都发帖子攻击完后，没打倒的。魔鬼就从内部兴起，从里面兴起，叫里面炸锅，叫里面爆炸。咱们内部出现了内奸了，是不是？魔鬼是在教会内部安插的内奸，这样的内奸就像日本鬼在八路军内部安插的内奸一样，内鬼是出来内鬼啊，就从那里面兴起鬼来，这样呢很容易就把外号打倒，很容易就叫这个真道产生混乱，这是魔鬼的诡计，是魔鬼的伎俩。这些女人看透了啊！这些女人看不看透？你看看现在，小智建立的群，跟我们这个群分开了，开始拉人往那里拉人。小智的群里都是主的羊，还有麦子在那里，凡和他们一伙的都往那里凑。凑一凑就来挨揍，上帝不会放过一个被盗的，也不会放过一个是在教会中间搞混乱的人。现在的教会正处于儒养阶段，是不是？这个正好像小麦苗刚刚出来，不能允许有人进麦地的踏青苗，你听明白这句话吗？那个麦子刚刚出来，小小的那个小苗刚刚发芽的时候，不允许任何人到麦地里去踏，谁踏了你就得管，对不对？因为一踏这个苗，整个的麦苗就坏了，就被踩死了，是不是？教会也是这样，现在正好是刚刚的乳养阶段，小苗嫩芽刚出来的时候。魔鬼想方设法的要在教会内部搞混乱，所以从哪个地方搞混乱？从我们中间兴起一群不属神的人、属血气的人、没有圣灵的人，在教会中间开始搞混乱。这群人从他嘴里说好像是似乎是明白，其实没明白。我在讲真假成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谁听过的，有没有听过的？真假成义的时候，你看他在不在教会中间搞混乱？他也说他成义，其实成义了吗？他哪儿成义？
凡要在教会中间求肉体称义的，这个人都是混乱主道的。就这个人，似乎他讲的头头是道，其实按他所说的，他明白了，其实他还是没有明白。都跑哪里称义的？跑肉体称义，跑肉体称义，听不了属灵的话。你一跟他讲属灵的话，一试验就知道他在肉体中间。你告诉他，咱们今天重生得救的人，肉体要经历许多的艰难，要经历许多的苦难。你看他什么反应？他反应说：“我听不了，转头就走。”这就说明他是属肉体的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这里头，这样属肉体的人，在哪个教会中间，就给哪个教会带来灭顶之灾。你信不信？他会拉扯一伙人，顺着他那个不正确的那种思维逻辑，就顺着他那个行为，很多人就随从他的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了。他们在教会里都是寻求肉体的好处，并不是要寻求生命的。但耶稣基督要赐生命，他不来寻求生命，因此跟他的意念是反对了。不管是圣经的话，他不是圣经的话，只要是跟他的意念反对，一概的拒绝。就这样的人，大部分是女的多。我说这话你听明白吗？大部分是女的多，也有男的，但男的没有女的多。因为蒙恩的女的比男的多，信主的人女的比男的多，你信不信？就包括那些律法分子那中间的人，男的少，女的多。我们中间也是这样，男的少，女的多。因此，女的接受这个道的时候，欢欢喜喜的，高高兴兴的，咋咋呼呼的，有的是。但隔几天，他们悄声匿迹的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。你问他最近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，这就完了，就已经翻道了。你都走到他家里头了，你问问，我现在到哪哪哪？哦，院里了，常来玩儿。啊，我去玩儿，我传道人是能去常来玩儿吗？他说常来玩儿就行，完了就翻道了。所以我试验了好几个地方，他也不跟我联系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欢迎王弟兄有时间来玩，没说我们现在渴慕需要道，你过来给我们讲道。他说你有时间来玩，你说传道人是来玩啊，他在传道，这不糊涂吗？这就已经众魔为笔迹了，是不是啊？假如我给你们打电话，我说我现在已经快要到齐河了，你们会怎么样？啊，你们是说你们来玩，王弟兄欢迎有时间来玩啊？你说这句话是不是拒绝？这还用说吗？傻子都能听出来，对不对？王弟兄有时间来玩，我就遇到好几个这样的人，叫我有时间来玩，可不想起诉他。你少进到那个地方，你就来。因为我们欢迎你来跟我们讲道，是不是？这个我都路过他，我想要到那个地方歇歇脚。这个车呀，他一下开好几1500-1600公里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正好从这地方讲完到那个点的地方，就歇车也休息，我们也休息啊。不然的话，那门子咬的就在车里头，连个纱窗也没有，就往腿上绳筋。到南方那腿上全是满了蚊子，全落在那腿上了。你什么打都不跑，你可真没打死才盯你肉，盯住了就不放了，就这个蚊子。我就打电话，走一个地方，他就说原来接待的，就要第二次接待的，第二次就没有信了，音信无有。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完了，是不是啊？现在这个徐州原来那个点，有个叫郑子那个，他接待。还有现在那个永城一个，一个姓王的，这个女的，挺凭月色的。你看不看了？她根本不专心的听道。我为什么说这女的被盗的特别多？今天给你敲响一个警钟，因为你也是女的，
我对你小心了，他要拿着你的开玩笑，我跟你俩逗逗你，开开你的玩笑，你听明白吗？拿着你的生命来开开玩笑，你可绝对不能叫魔鬼拿着你的生命开玩笑，好不好？当球踢，拿你的脑袋拿一个当球踢，你干不干？是不是啊？因为他就从创世纪他就拿着女人开玩笑，逗一逗他们，逗逗他下巴过来了，下巴呢？咱俩对对话，跟鬼对话不死也发成皮，是不是啊？你跟鬼对话吗？鬼找你对话，撒开腿后面不跟你对话，好不好？那夏娃凑上前去跟那鬼对话，你说得不得死啊？是不得死？你生在那边必定死。魔鬼跟你对话，那跟鬼对话，你说这个人还能好吗？咱们祖宗就跟鬼对过话，他不是赶鬼，而他是跟鬼俩说话。假如晚上走夜道，后面就有个人跟你说话，回头看没有人，他就跟你说话，谁说话？啊，鬼说话，鬼说话，你跟不跟他应声？你不跟他回话，好不好？撒旦退我后面，你在后面说话，我也不跟你应声。你是撒旦的火，退我后面，奉耶稣基督名，撒旦退去，好不好？你跟他应声，你不死你这八成泥。我说这话你听明白没听明白？你不算死，你今天你不死，你最后也得八成泥。活活把你扒皮。夏娃跟不跟鬼说话？第一个跟鬼说话的是女人，第一个发明异端的是女人。夏娃发没发明异端的？他的道理不是夏娃说的话，他是第一个发明异端的，是不是啊？第一个能敢跟鬼说话的就是大胆的夏娃。你看是女人呐，你胆儿这么小，是不是啊？她还没直接听到耶和华对她说什么话，是亚当听见说话，那夏娃就可以直接的传达错误，是不是啊？跟鬼说话的时候说错的，那不是神的话，所以你就得死，对不对？死，吃的那人必定死。这时候格林多教会混乱到一定程度，就是女人都起来做先知讲道，就有一伙女人愿意出风头站起来做先知讲道。保罗当时就告诉女人在教会中间别吵，我不许女人在教会中间讲道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段经文啊，这首先一点，圣灵是叫人安静的。他说：“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因为搞混乱就是他们在搞的，自称是先知，实际上是中国的鬼诡计的。他们一开口说话就说错话，是上个星期的先知讲道。我先看啊。”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。正如律法所说的，他们若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向自己的丈夫。那么你学习什么，可以向弟兄。这时候，当时以色列民他那个弟兄，他家里的丈夫也是在教会中间，所以保罗当时说回家问自己的丈夫，要学什么问自己的丈夫，就当时就不允许他们在教会中间做先知讲道，因为在以色列民中间这是可耻的，往往搞混乱的就是他们，往往被魔鬼利用的就是他们。哎，我有先知的这个职分了，那你这个先知职分还不是先知吗？啊，圣灵在你身上，它是不受苦的吗？圣灵要是真写在你身上，是不是叫人得益处的？
那都是一种。十二章，往前翻十二章。十二章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只是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这是为一个圣灵穿戴的教会，没有任何的混乱。你被圣灵穿戴了，我也被圣灵穿戴，咱们全是被圣灵穿戴，咱们里面只有一位灵，你说这个教会会不会混乱？不会的，因为你里面有圣灵，我里面有圣灵，你是先知，我也是先知，你的灵和我的灵都是一位圣灵穿戴，你是先知灵，我也有先知灵，那是不是彼此说什么？是不是啊？不会是混乱的，对不对？教会中间一旦有一个人站起来，就开始搞混乱，开始拉帮结党的，开始分门结党的，说明这个分门结党的人里面被魔鬼利用了，他里面根本压根不是神的灵。我想看，第七节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什么？得益处。益处是不是好处？他在你身上显出来，你这个人是得益处的，不是叫人混乱，是不是？你就应当知道，确信一下，这个不是叫人混乱。一旦叫人混乱，会不会？也可能有人中魔鬼诡计了，就像你俩中魔鬼诡计，开始攻击他摩西了。我从亚伦开始攻击摩西，说摩西娶了古时女子，是不是按律法要求人？这按律法要求人是圣灵的工作，还是他肉体的工作？他肉体的工作，因此他开始站起来攻击摩西。这一攻击摩西，上帝会不会允许他攻击摩西的？因为上帝要使用摩西，他就攻击摩西，就正好就动了上帝的那个最不让动的地方。只要把摩西动了，你说上帝会不会允许他？他们姊妹俩开始，他们兄妹俩开始火怒起来。亚伦，你看不看，在创世纪里头，在那个这个出埃及记里头，你看不看亚伦？亚伦他是随便唱的那种老好人，谁说这边说的话跟这边好，那边在说话跟那边好，亚伦自己从来没有主意，没有主意的，他听女人的，他姐姐说一句话他就相信。现在教会中间连听人话不听神话的人多不多？太多了。这句话是从神来的，不管从谁嘴里说出来，你都能说出来，你都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咱们再回头再看啊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。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。这恩赐是分的，是求来的，不是求的。恩赐不是你求来的，而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。这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为益处。借着恩赐，你可以彼此搭配，彼此服侍。虽然恩赐不同，但今天他的目标相不相同？目标相同，都是为传福音，对不对？这目标一不一样？目标是一样。但恩赐不一样，目标就是一样。教会中间能混乱，我的恩赐比你大，你的恩赐小，所以我就藐视你，藐视你的恩赐，这是错误的，是不是？恩赐都是从神来的，对不对？不应当拿着自己的恩赐向神夸口。好，回头再看第十四章，翻过来啊，十四章。
为什么当时保罗在？因为当时这个圣经还没有说完，这女人站起来就不摸我的迷惑，就开始在教会中间各自都显自己的那一套东西，都站起来说话。他们怎么要顺服？正如律法所说的，他们要若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向自己的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教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，在当时不让他们说预言，这原是可耻的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？岂是单领到你们吗？保罗当时说，神的道理是单领到你们吗？神的话，神的预言是单领到你们吗？好，让我下看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保罗当时就告诉我，这是主的命令，不是我的命令。他当时就吩咐，因为这群女的在叫着哇哇哇哇哇，不再说，这也说哒哒哒哒哒，对呀，唠唠唠唠唠，都开始说语言，用方言说语言。保罗才在十四章责备他，闭口！你说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吹无定的号音，人怎么预备打仗？这女人在教会中间都比赛，看谁说的好。说什么？是说方言呢？说预言？那时候预言还没说完呢，现在预言指的是什么？已经指出来了。但方言是不是教出来的？不是教出来的。我上一次在那个布头那边是不是讲了？方言不是教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方言是圣灵随己意分赐给个人，不是学来的啊。学来的也不叫方言，听不听明白？圣灵的大能不需要你去学就有了。就比如说耶稣基督在地上弯腰画字，那个字是学来的，他是恩赐，恩赐，所以他是神的儿子，不需要学。那么彼得都是无学问的小民，他们是从来没有文化的，上帝拣选都是愚妇，对不对？雅各是不是愚妇？约翰是不是愚妇？彼得是不是愚妇？他们全是愚妇，他们怎么写出了圣经的呢？这个圣经是不是使徒写的？是不是借着先知的口说出来的？那么这些人，他们都不是学的，都不是在地上很有知识的，无学问的小民。使徒行传是不是说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呢？那么既然是无学问的，说明他的知识不是来自于人的思维逻辑，对不对？不是来自于思维逻辑。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提到了妇女的问题，因为往往被牢笼的都是这些人，他们提摩太，后书第三章第六节，那投进人家牢笼不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着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从前亚尼和杨母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。他们的心地坏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，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，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，像那二人一样。牢笼不知妇女，你看多少妇女被牢笼。这里为什么提到妇女的问题？有的人给解释，牢笼不知妇女不是单指妇女，是不是？这里面不是说不是指妇女，他是也指妇女，也指那些过半的被牢笼的都是妇女，
对不对？他不可能这里面有男人，也有男人被牢笼的，但这里面主要指的是牢笼无知的妇女，就是女人愿意就很容易上当受骗，说黄了，很容易被牢笼。这个牢笼无知的妇女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牢笼啊？牢笼是什么？牢是监牢，笼是什么？把笼装起来。牢笼多半是指那些个被迷惑、进到错谬里的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的罪恶，常常学习不能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被各样私欲在干什么呢？所以被各样私欲引诱了。学没学？你想学习？这个神学，那神学，这地方学方言，那地方灵辅导都跟不上，是不是？没想学习，最后呢，被各样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不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没说别的，说那些妇女，这说明保罗在这里警告一些，也就是，是不是？警醒一些妇女。因为你一旦被这种人牢笼了，这种人你要躲开他，因为这是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人，有许多人被牢笼的。那串铃的那是怎么回事？对男的串铃还是对女的串铃？啊？那串铃的是对男的串铃，对女的是吧？女的串铃。那女的被串铃的呢？就这串呢、啊？串铃的被串铃的人是女人，是男人？他保证不能上毛弟兄串铃去，因为毛弟兄干这个，男的他不用去上他串铃去，是不是、啊？你听听这话，给女的串铃，是不是、啊？上你的身上串铃去，我把我的铃串给你。是串铃啊，还是牢笼无知妇女？被串铃的人大部分都是不知道救恩的人，不明白救恩，没重生可救，属肉体的人被串铃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上当受骗的？有啊，被串完铃的还高高兴兴回家，这是终于串铃了。丈夫问你上哪去了？我串铃去了。什么叫串铃？就是又传到人家的我身上串铃。丈夫回头就一巴掌，是不是啊？你以为说的是笑话吗？有没有这事儿？有。那么这些被串铃的都是无知的妇女，这些牢笼无知的妇女就专门牢笼女人。女人好牢笼啊，魔鬼专门找女人，因为女人软呐，吃瓜得挑软的捏呀，对不对？你吃瓜挑硬得挑软的。路上走个，你街道的时候，路上走个黑大汉，还走一个弱小的女子，你挑哪个？你要街道要抢劫，你挑那黑大汉是挑那个弱小的女子？听没听明白？我今天为什么讲这课呢？就是给弟兄姊妹叫你警醒他，你特别是姊妹，因为被牢笼的往往姊妹多，翻道的往往姊妹多，因为姊妹比弟兄更软弱，他比你更软弱，说没说这话？这是圣经的话，他比你更软弱，因为姊妹就到哪个地方都是这样。你看那些个耍流氓的，看到一个男的和女的在一起，他不耍流氓，他不敢耍。他要看一个女的在那里，他就敢耍流氓。你信不信？魔鬼他也是这样，看着亚当，他不敢去诱惑。他诱惑谁呢？他诱惑夏娃，是不是啊？第五点。
你从你家来的，差不差不多。第五点，女人被引诱，你先看创世纪，看看夏娃是怎么被引诱。这是第一个。创世纪第三章知道吗？这里面没说夏娃，但我在这里头跟弟兄们直接写夏娃。夏娃是怎么被引诱？假如啊，夏娃假如他跟亚当在一起，能不能被引诱？不能，不能的。夏娃离开亚当的树上，夏娃直接去找谁去了？天天转着转着，这是一种勾引，一种吸引，是不是？魔鬼就专门往哪儿吸引？上树下去干什么去？没事上那翻面上树下看看这树，这猎人眼睛真好看。这一夜华怎么回事？什么果子都让我们吃，为什么这个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不让我们吃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是不是心里总在这疑惑这件事？是不是啊？魔鬼就要给他送礼物，给他送一年，给他送言语。我们看，从第一节开始看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当你在那转悠转悠的，魔鬼就开始说话，魔鬼主动的。”跟夏娃搭话，给了一句叫夏娃产生怀疑的心。对不对？我们看神其实真说，神是不是真的？他为什么要这么说？神其实真说，这是鬼话啊。神是不是真说的？神奇是不是神说的？就叫你产生许多的什么呢？神奇是真说的吗？但一旦这圣经话就这么确定，魔鬼给你个意念说神奇是这么说的，你就产生疑惑，对上帝所说的话而产生疑惑。所以夏娃就开始对上帝产生什么呢？这上帝不好。你看神没有，神其实在说，就是他的话是对的。那么也可能这亚当向我传递的话也是错的。其实这女人是间接的听亚当讲话，对不对？
你要间接从亚当进化，那亚当传的时候就得传实话，对不对？神跟我立了约，分别善恶树果子不可吃，吃的那日必定死，就得这么传话。但他听的不一定听的很全，就像我今天跟弟兄姊妹都讲一样的道理，有的人听80%，这是80%啊，听明白？而有的人听60%，还有的人听40%，还有的人听10%，还有的人听1%，还有听30%。就是一个学校的学生，你最后呢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，最后有考0.2，有没有？同样是听课的老师，一个老师听讲出来，最后学生有3.69的，有没有这些啊？对不对？我们听到的时候，你是有结实100倍的，还有结实60倍，还有结实30倍，就不一样。还有听完到了只存了10%，还有1%，还有的是多少？0%。没进去，但我告诉你，就这一地方的人特别多，就1%的晃了晃了晃了，剩这点儿呀，也到处去了。你听到的时候，必须是100%，这个人哎，结实100倍的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假如我违背一个疑惑的心，就叫你对这个道产生怀疑，对神说的话产生。神其实真说的，是不是怀疑了？这就是怀疑的，魔鬼的一个意念。我在上个点讲过，这个意念你不能信。当鬼给你个意念，你不能接受这个意念。过半女人失败是失败的意念，是不是？还有的给你是一种什么呢？一种联姻。还有人得到的小册子，那叫什么呢？还有的人突然蹦出一个灵，一种灵在他里边说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我劝弟兄姊妹，当你里边蹦出个灵说话，或者是意念，或者是言语，或者是书信，你一定要小心了，对不对？咱们今天信的是圣经的话，对不对？是信圣经的话，特别女人呐，她善于联想，有的时候把意念当成主的话，把言语冒主名的书信，还有一种名出来，无论有言语有冒主名的书信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。被诱惑的人，被引诱的人，多半是意念、言语、书信灵。突然蹦出意念说不用信耶稣了，这个意念你不能接受，就问题明白。突然有一个意念蹦出来说咱不用受洗了，不用征战了，不用祷告了，是不是啊？不用喘气了，不用穿衣了，是不是？不用活着，不用眨过眼了，有这个意念出来，你要不要这个意念？你今天不要在这里，好不好？经常记住，你永远要操练这件事，因为耶稣是不是我们的主？他说什么？你记住了这句话，你记住，经常记住，是不是？假如有一个人告诉你，这个我得到一个启示，就是这家女儿嫁给那家的小子。这不是启示啊，这世人也能做到，对不对？这不叫启示。无论是意念，无论是言语，无论是书信，无论是灵，从你里面发出的意念跟圣经里面的话语是反对的，这就是从鬼来的，听没听明白？所以不管是你今天得到了什么意念，这意念必须跟圣经是吻合，不跟圣经吻合的，就算意念也不要听，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告诉你
他跟魔鬼征战的时候告诉我里边有意念，从来没说，因为经常记录，实实在在拿圣经的话，这是真正属灵的基督徒每一天操练在基督里面敬虔受制的，对不对？当有这句话出现的时候，经常有意念出现的时候，跟圣经的不吻合的时候，就拿着这个意念开始反圣经，拿错误的意念反圣经，这就等于拿鬼的意念去反神的道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不管他是谁，来了他所出来的意念，蹦出的意念，跟圣经话语不符的，就一概拒绝，好不好？你操练每一天操练在圣经上见到，经常记得住，好不好？记没记住这句话？经常记得住，不要意念出来，经常记住，因为意念不一定都从神来的，好不好？被诱惑、被牵引、被牢笼的，都是活在意念中的，突然蹦出意念。听懂了没有？因为灵恩派的人愿意用意念，因为他还有启示啊。当我们这个启示，神预言结不结束？神的预言结不结束？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不被为止，他再有一个预言，或者是再有一个启示，又出来启示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不要接受？你这人要不要接受？一个人突然我又得启示了，要不要这个启示？要不要？这启示是假的，对不对？被诱惑的人完全不干，突然给他话，给下达话，什么话呢？魔鬼给的话，神其实真说，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啊，什么果呀？那亚当怎么说了呢？亚当说神说的，这么神还没说呢？这个神藏神其实真说，这是鬼的话，这就叫你否定神说的这句话，是不是？叫夏娃产生疑惑的心，只要把夏娃绊倒了，那么亚当就倒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倒了？魔鬼今天利用把一些教会、一些姊妹、一些女的，甚至不在正道上被女的给抓住了，被教会抓住了，对不对？就这件事情，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就操练在基督，好不好？操练不比艺术还少，唯有敬虔。凡事都有益处，敬虔就凡事都有益处。说万事不相受力是指在敬虔上凡事都有益处。那么不在敬虔上，就不是圣经的话，我也不是得到的是圣经那种启示。圣经我就把它扔在一边，我就天天在意念里，在言语里，在书信，在灵里头。不要，这个尽量没有还是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主耶稣经常没有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。